主席祈福宫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郑石郎，请主席致辞。我有有有张议员，还有郑铁工所的李总理，还有人文科的林科长，还有卫生部的常监，还有在座的调委会的原主席，还有前代表会的钟主席，还有杨梅青农会的周董干事，还有各位公司行，还有周议员在后面啊，对不起，各位在座的，还有各行各业的董事长、各委员，大家午安。本来就三点要开始的，因为啊，大家都很忙，时间的关系。这次呀、啊，上次有看到了第一次的浮雕筹备委员会，这是第二次的浮雕委员会，同时要成立浮雕的管理委员会。哦，这次啊，承蒙各位，大家都是精英呐，都是这委员呐、啊，都是各人家推荐出来的，都有钱出。出钱有力出力的都是精英，我相信呢、啊，这次杨梅洗浮宫啊，就浮雕啊，一定会做圆满成功。所以有在座的各位在这边呢、啊，我们这边呢、啊、都很放心，大家都是各个的，对地方上都非常热情的。好，谢谢各位，谢谢。好，谢谢我们郑石郎主委，请主席介绍贵宾。就未来的浮雕委员会的张议员张宝如先生，还有杨梅青工所的李主秘，还有杨梅青工所人文科科长，科长好，还有陈主席、钟主席代表会，主席好，台湾会的李主席，欢迎你，我杨梅青总会的周董干事。欢迎，还有周议员，欢迎，还有金马工匠前校长王校长，校长好，欢迎你。哦，李议员刚到，我们李议员大一点，谢谢。欢迎。欢迎董事长啊，大家各个精英，谢谢你们，谢谢观点，谢谢。主席邀请贵宾致辞。周议员，来，周议员先致辞吧。谢谢主任委员，我们前主任委员啊，还有我们的副主任委员、我们总干事、我们张宝如议员，还有李嘉欣议员。我们李主秘啊，还有我们科长，还有我们今天最漂亮的主持人李桂小姐啊，还有在座各位董事长、各位委员哈、啊，都是帅哥了哈、啊，还有美女们哈、啊，抬杠官、抬杠猴，午安大家好哈、啊，好，要把口罩都摆上，哈哈哈哈哈，啥你还有人来搞坏了？那我也是很高兴来参加今天的一个筹备会啊，那可能我们洗浮宫真的很认真的帮我们准备很多的奖牌，一些就是委员会的一顾问啊，委员的奖牌那个当选证书啊，真的是很棒啊。那我有看到我们洗浮宫在大家和和气气之下呢，今年也要办圆教啊，那我知道在座的都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那希望在这个年底的时候圆教能够圆满成功，在这个也要祝福我们说好朋友们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祝福大家，谢谢。谢谢。我普通介绍，我是浮宫的管理委员会副主委张副主委，欢迎你副主委。接下来请议员给我勉励几句。我们主任委员以及我们前主委也算是监察人哈，就副主任委员哈，我们特别特别主秘科长哈，在座的我们主席哈，以及我们
陈董事长、陈焕正董事长啊，离我们校长很多，校长这边啊，我们中国国民党地方党部的主委啊，我们黄慧琼黄校长啊，在座各位董事长，所有地方的各位长辈，各位士绅，以及我们女主持人美慧小姐啊，大家好，大家好，好，非常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的啊，我想我们准，信诚佛教的主任委员，我们张火龙张议员哈，我想我们行福宫在10月10号，又来佛教信诚佛教哈，我想这个是地方的盛事啊，所以也非常荣幸的共同来参与。我想打造啊，那地方的盛事啊，那种打造嘿，甚至百年遇不到一次哈，所以嘿非常难能可贵，大家可遇不可求的问题啊，所以我想说地方盛事能够盛逢盛世啊，我想说大家是有福气哈、啊、而且我想说现在10月10号设的时间上也很紧迫了哈、啊、有的也要用派出必须派出啊，都要养的啊，所以我想说今天所以我们筹备会马上进入哈、啊要正式来成立委员会哈、哦，要进入各方面的状况，要规划非常复杂的工程啊、哦。那么到时候我想包括我们高谈哈、哦，重谈这个要怎么在哪边搭，非常多事情啊。所以今天看到现场来的那么多的都是重量级的地方士绅哈，我想这是我想信诚佛教一定会非常的圆满，也会非常顺利哈。我想在这里，只要能够，需要小弟的地方哈，我想我们跟周议员全力以赴，因为这个信福宫是我们地方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仰哈，所以在这里祝福能够10月10号能够非常的顺利打这个板子哈，能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给户户家家都抬上钱哦。在这里祝福，也在这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国家平安，幸福大安。谢谢。好，谢谢李议员。李议员们在这给他鼓励，一百地毯呐，有的在抬数他的两张百地毯，你抬着的不叫拿吗？好，谢谢李议员，谢谢。谢谢。接下来，请我们清风组的李主委多勉励几句。来，我们掌声欢迎李主秘。我们喜福宫的正主委啊，那我们前主委哈、啊，副主委，还有我们佛教委员哈、啊，主任委员的、啊、哈，我们张一座啊，李一座、周一座，还有这边还有我们的张副主委嘛、啊、哈，李干事，还有我们最美丽的主持人哈、啊，还有在场我们所有哈、啊、最福众望哈，德高望重的各位地方士绅哈，各位委员顾问，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哦，当然呢，谢谢。还要先介绍一下，当然有那个我们代表会哈，前主席啊，钟主席，还有我们郑淑芳主任，还有我们周总干事，农会周总干事黄校长，好，还有我们。调解会的李主席哈，哇，这么多我们地方上最重要哈的地方士绅哈，大家集会在这边哈，真的是非常的开心，非常高兴能够来参加我们第二次的一个筹备会哈，佛教哈的一个筹备会。那我想呢，习福宫哈已经有200多年的一个历史，是我们阳明地方上最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哈。那这个我们习福宫的一个建教哈，可以说是由历任的主委了哈，尤其是我们父亲主委哈，这样多年这样的一个大力推动哈，那很高兴今年呢10月10号呢要来办理这个佛教哈的一个大会哈。所以呢，就像刚刚呢，周一座李一座所讲的，我们的这个佛教大会在我们
在座所有的委员、顾问、各位嘉宾，大家的一个共同努力之下，一定是非常的圆满、顺利又成功，对不对？来，先给我们自己掌声鼓励一下。张主委的一个推动之下，一定是这样子的哈。那我在这边呢，也先向主委哈，还有各位嘉宾大家做一个报告，就是呢我们这一次的一个福教哈庆程哈这个的活动哈，大概呢有几点来提醒跟报告哈。那第一点呢，就是我们这次的一个福教的活动呢，在我们桃园市政府民政局呢，它是有订一个补助宗教团体办理公益慈善以及社会教化活动的一个作业要点啊。那这个部分呢，它补助大概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一般性的补助，一个就是政策性的补助。那政策性的补助呢，它的最高补助金额是新台币100万元啊。那我想呢，就是这个部分呢，可以向我们市政府民政局这边来提出一个申请。那我们目前呢，我们行护工呢还没有行文过来我们公所的话，我们就可以代转到市政府哈。那我想这个行政程序会后呢，那由我们林科长哈再跟总干事哈李总干事这边哈来跟他整个说明一下哈。那第二点呢，要跟大家报告的就是呢，我们行护工前的这一个还有周边哈的广场跟整个的一个环境哈的一个工程啊，红梅里的一个广场工程啊哈，经费大概需要500多万。那这个部分呢，是由我们张义作哈张国儒议员呢，他用他的议员款哈那提出来做这一个工程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端午课呢也会在这个预定的期程哈，就是在我们建教之程呢之前呢，一定能够来把它给完成，顺利的完成了哈。这个也跟大家报告。那第三点呢，就是呢，我们公所的经费的部分呢是没有办法做一个补助，但是呢，我们会在我们有限能够动用的经费之下呢，我们来配合办理整个福教的相关活动哈。那大概就是这几点呢，先跟我们的主委还有在场的各位委员大家做一个报告。那最后呢，我想呢，就像刚刚提的，我们这一次10月10号的一个福教活动，一定是非常的圆满、顺利又成功。那也祝福我们在座所有的各位贵宾们，大家都能够身体健康、平安、顺利，然后心想事成。好，谢谢大家。喂，现在主委的勉励，谢谢你们。接下来请，张元福教的主任，郑主官给我们大家来鼓励一下，谢谢。好，欢迎我们郑主官，我们市议员张国儒的办公室主任郑主官，我们行护工的主任委员哈，郑主委及长监，还有我们副主委以及我们打架的主任委员哈，及张国立员，还有李嘉欣议员、周子怡议员，还有我们林主秘以及我们人文课的林课长，以及所有我们进校的所有委员、所有顾问。所有杨梅的乡亲长辈哈，大家午安，午安。我想今天是我们西湖宫庆城建教的筹备会哈，我想每个人都用最诚挚的心哈，一起来共同把这个地方盛事完成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相信呢，这个建教的活动呢，一定可以圆满顺利。尤其这次由我们张议员来担任主任委员哈，他有两大功能哈，就会争取经费，就会办活动哈。所以呢，我相信呢，他的带领一下，一定可以把它做得非常的十全十美。那也感谢所有的在地的乡亲共同来支持哈，未来还需要大家继续来努力来推动哈。那希望地方的盛事完成呢，我们地方上也会功劳旅顺哈。再次祝福今天筹备会圆满顺利哈，谢谢。好，谢谢。好，谢谢主办，谢谢。来补充介绍，我们前进长、福建副局长刚到场，谢谢您，谢谢您，欢迎。还有传媒局的局长，欢迎。
还有彭辉队的邓局长，谢谢您，谢谢。欢迎。好，谢谢。哦，我们杨明田大局长、陈建正局长，谢谢您，谢谢您，谢谢。谢谢习福宫
庆城福教教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开始，请主席介绍与会贵宾。我们主席是我们教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张火炉。好，请主席致辞。新丰的政执委，我们的张金斗副主委，我们的顾标勇常务监事，在场在议会表现非常杰出的我们的李嘉欣议员、周一奇议员，我们的李祖密林科长，还有在场我们的我们的前主席周明清中前主席，还有我办公室主任郑淑芳，还有我以前的老板也是干过同杨梅市市长彭师傅市长在场还有很多长官贵宾，以及有敬爱的所有地方士绅，还有出钱出力的所有热心的所有委员、常务委员，以及庙里所有的委员大家午安，大家好。好。如果选议员像这样就当选的话就很简单那其实当个主委也是责任的开始。我想这一次西湖宫火炉能够担任这个教务委员会的这个主委深感荣幸，也是惶恐，因为这是责任的开始。那当时就是我们的郑主委跟我们的几位委员说请我来当这个主委，本来我是不敢担任的。那大家既然那么信任我我就来做做看。我想这个西湖宫20几年来真的是经过风风雨雨在3年前总算西湖宫落成。尤其西湖宫所有建教的经费建庙的经费总共有2亿5000多万。这个庙建得非常的漂亮。前年因为西湖宫发生了一些事情，那张火炉不小心卷入这个这一件事情，然后变成为整个台湾的知名人士，你知道吗？那这个不晓得是好是坏，但是经过这一段的纷争我深入的去了解西湖宫，其实西湖宫是一个九大里这个信仰中心。如果一个宫一个庙不能平静的话，杨梅街上这九大里也不能平静。所以我能担起这个责任，希望这一次我们这个研教建教，希望说靠大家的力量。那经过第一次筹备会以后我透过很多帮忙找了今天的200多位的这个建教的委员。那杨梅人听说要当委员很多人很紧张，是不是要出钱？我就跟他讲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当然能够找到能够出钱就出力是最好，那没有你就出钱，那再不行你就出力。所以我想这9大里我们发动一下就来了200多位。我想这次的研教希望大家共襄盛举，无论是要把这9大里这个盖了2亿5000多万的三观大地这个研教我们一定要把它做办得最轰轰烈烈、最成功，好不好？好。周队长，周队长，那没有嘴巴没有张开，可能要出很多钱的那没有关系我想这是地方的喜事，我们用欢喜的心情来办这个活动。那西湖宫目前我对他们财务稍微了解一下那因为建庙建了2亿5000多万，还少了将近3000万，还少了3000万。那希望说这一次我们这个建教能够募到多一点钱的话，那希望我们省吃俭用，能够节余一点钱来帮助庙。那建教完毕以后，我们把剩余的钱交给庙管理委会来处理那在建庙期间希望我们有19位常务委员既然当这个职务的话，我们必须所有财务要非常的公开，做任何事情要经过比价不能私自去做一些事情。我想一个团体最主要就是财务一定要公开，要明朗化
我想我们今天的责任 非常重大，希望我们所有委员共襄盛举，把这一次的活动办得光明磊落，而且非常的圆满。我想三观大力非常的灵验哦，希望庙的东西哦，尽量不要有私心，想要多多少少。希望你没有钱，你要找你的亲朋好友来共同来两挑，好像两挑最好能够5000块的能够找1000人的500万，那很感恩我们市公所，桃园市政府我跟郑文灿市长也要了100万，因为最多100万，没有办法，我本来能够要300是最好，那要了100万，那其他的钱我们就要靠我们热心人士来募款，希望说这次活动能够办得圆满成功，今天看到各位的出席，我特别要求市长，因为60几年来第一次的我们能够当这个委员，希望隆重，我也要求我们郑主委哈，无论如何庙你再怎么穷的话，一定要办得稍微光荣一点。那今天刚刚我打了电话给市长会来颁发聘书，那希望说一个一个人颁，做个留念，100年后最起码人家知道我们的祖先有谁来做这个建教的委员，那也是一种做个留念。我想我特别用心，那等一下市长来的时候，希望大家配合一下，那速度稍微快一点，因为我们200多人，包括顾问还有200多人，那希望今天这个成立到位能够圆满成功。感谢各位在百忙之中，尤其在连假来参与这个大会，祝福各位回去以后每个人平安健康快乐，感谢各位，谢谢。谢谢我们交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宏的支持。接下来报告事项：一、教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介绍我们荣毅主任委员、荣毅副主任委员、首席顾问及顾问。介绍我们这个建教委员会，我们荣毅主任委员是我们市长郑文灿，跟他鼓掌一下，还有荣毅副主委是我们立法委员陈赖素梅还没到，那个等一下来就鼓掌大声一点，他可能要热情多一点还有我们的市议员李嘉欣李议员副主委，还有周玉婷周议员副主委，是欢迎，还有我们的副主委，还有一位是我们七长他没有到，姚敦林姚七长。好，介绍我们常务委员，我们的副主任委员第一位是林华坤林主席第一位副主任委员是我们杨生和欢迎你。再一位是我们周世斌周董，欢迎你。还有我们的调解委员也是副主委，我们的郭义辉跟调解委员，还有一位是我们的郑太炎，也是政经中经会的会长来担任我们副主任委员，欢迎。还有我们的叶新生叶副主任委员然后常务委员我们的杜正明里长常务委员，欢迎常务委员。许林双许里长也是常务委员，欢迎常务委员。然后曾兆伦曾常务委员，曾兆伦站起来一下好，欢迎您，看到了是那手举起的时候他6050万不用那么多还有我们的涂万新董事长也是我们的常务委员，欢迎常务委员。还有我们的林坤龙林常务委员，欢迎林常务委员。还有我们的下一个常务委是我们的周宗伟农会的总干事，是欢迎常务委员周宗伟。
陈师。还有张乾坤、张常委员。好，欢迎你。也是永宁里里长候选人，要跟他介绍一下。还有我们的江翠玲、江常委员。欢迎江常委员。他是大江户的老板娘，还有这边的事，还有6028咖啡厅。以后他当常委来这边吃饭就不用钱了哈。还有下一个常委是我们的杨香珍里长。好，欢迎里长。还有我们的黄春武黄董事长也是常委。是。